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マコトスペー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タジオ、誠意を込めて家づくり、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プロバ、百年欧系刹车品牌、得您信赖。我们进来了，走后门，不是啊，真的是后门，这是北流的后门啊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从刚报道完进来，然后我不知道里面什么状况，里面好像有休息区吧，还有这个书画区，他们还提供书画区啊。对，我没在吗？我已经没有正式服装了。我以为你是在穿这浮夸衣。我不会啦，我是老夫要来参加这种典礼，我们是来看一下年轻人弄什么的。我还在想说，那典礼一路要办到十点，现在时间是快四点半嘛，所以我还在想说，这个结束了以后有没有，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可以偷跑。四点半啊，十点，比我讲老夫要来共时间就等的嘞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坐在那边度孤，会不会？那我们等一下就进去观察一下什么状况，带大家看能不能直视一下后台。虽然我们在拍 YouTube 的时候，平常我们也在看 YouTube，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平常我们在荧幕里面看到的人。我们是抱着小粉丝的心态来参加这个盛会。那这次也谢谢这个上方不要看邀请我们，那我们就有两名报名，我跟阿呆入场去参观一下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阿呆今天穿多浮夸。哦，尽量不要抢走你的风采。你放心，你尽量抢也抢不走，我不会骂。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担心过，好不好？好，走了走了，进去看，好玩哎！哦，酷炫，酷炫，好来，有点大啊，不是，然后太年轻了，不太睡得上。这样很慌张，因为没有找到 Alan 他们，我就觉得我很老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应该拉几个下水才可以啊。我跟你讲，我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认识的。对啊，有没有一定要合作一下啊？我在这边显得很陌生，因为很难融入年轻人的世界里面，所以我现在尽力在抓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，但还没有抓到。其实有今天你爸爸没有来参加吗？没有这么老吧？你看他妈的，你看我就抓不到一个。你的年龄中段特比较尴尬而已，比较尴尬。太好笑。Man scan 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是老爸，对对对对对，大概是应该比较近。我们这个年龄层的 target 不太一样，对，所以我在这边很慌张，都看到一些很年轻的族群。你们入围几项？我入围一项。是什么奖？好好听音乐奖。哦，你们的那个 MV， 对，跟子婷的那个 MV， 哇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报了100个。你这还是可以报100个，真的假的啦？因为我们所有公司的各个频道加起来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啊，我已经副频道什么大家都有报。赞助的概念。哦，您赞助啊？那我们那一箱大礼包里面可能就有包含它赞助的部分。好，OK， 今天这个很开心哦，来年轻人的盛会，然后来看一下现在年轻人在办这个活动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你要发表一下，就是对于有一些人对于 YT 的这个走中奖的看法吗？哦，郑德龙不是很不满吗？对，我说实话，你看我还不是愿意花这么多钱来报名，就代表我是肯定这个活动。对了，我真的觉得本来哦，这个玩票性质的，越办越认真了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对 YouTube 对于一些素人来说真的很有帮助。而我反而是因为这个活动会去检讨自己是不够认真，因为平常你不会去看到人家比自己认真啊。对对，他就已经像是在一个班级比赛一样。对，其实某个层面是好的，也是要鼓励，对不对？是鼓励，微鼓励。为鼓励，好不好？快哭了，去背。好了，谢谢酷炫，谢谢。我再去抓看有没有认识。没问题。蛇丸呢？没有，我在看的是阿勇。蛇姑。真的看到很多大咖哦，啊，伯恩啊，贺龙啊，刚刚我有看到白痴公主，真的蛮多的，刚好来这边可以开开眼界。我真的，我们自己明明就是在拍的，然后来到这个地方觉得很陌生，怎么办？有点尴尬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感觉很难融入到那个，因为我们太小众，大家都好像很熟的样子，就只有。你看，我看一下这两个工作人员在冲沙小。啊，不过确实啊，你有没有发现，真的大部分的人，我觉得啦，都比荧幕里看起来还要瘦。对，然后还要高。对，因为真的拍出来都会变胖，所以你们观众朋友看我，好，你就想象本人是更瘦更高的，好不好？不过有一些矮的看起来还是觉得矮。小绵羊要进去挑战一下，我们去探探路，看看下面是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
哎、欸，因为这边有户外了，我去户外看一下什么状况。哦，这边有休息室，休息室都是爆满的，太热闹了啦，塞挤不进去啊！看这样好恐怖哦，真的很像小绵羊哎、欸，人群恐慌啊！啊，我知道了，不然等一下我去找弟妹讲话要不要？我说，哎、欸，弟妹你好哦，我女儿很喜欢看你的影片。哦，我是这个，我也是算这个小小创作者，我女儿很喜欢看你的影片，可以吧？啊，你去啊。可是我不知道问什么，你知道，来总讲你要采访人家，然后你要问人家，我真的不知道要问人家什么。你就说你的衣服跟他的头发配。我觉得你的价值观怪怪的呢，为什么粉红色是配绿色嘞？很搭啊。我的色盘里面没有这种搭法，我的那个绿色一定是红配绿的。好了，我们再偷偷去瞄一下，我们来观察一下动静。可以几个小时。你有入围啊？有啊。你是入围哪一个？最佳音响。交通部那个。不啊，我想入业配跟金头脑，可惜啊。业配跟金头脑。很多蟹蛋挞。哎、欸。知道为什么认识旭邦吗？吃饭吗？啊，对对，吃饭。那时候他坐我旁边，然后椒麻鸡剩最后一块，他让给我吃。从那个时候，我就觉得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很温暖。以后他的小孩来找我，我会准备100块椒麻鸡还给他，家吃完才可以走。好不好？祝福旭邦这个得奖，虽然不是你想要的奖，但是还是这个希望旭邦得奖。我加持，恭喜他得奖了，我先恭喜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没得奖，我再剪掉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我等一下就进去有没有？好啊，不好意思，家属，不好意思，家属，然后看看能不能钻进去，用最边缘的融入方式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发现啊，比如说像我刚走进来，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眼神，就看一下，哎、欸，然后心里就在想说，哎、欸，是谁？是，对，是我，我太少看 YouTube 人，每个人那个眼神，你知道吗？稍微对到一下就还在认，还在想，都会有一点那种感觉。去跟小杰打个招呼好了，应该还蛮好相处的吧？哦，他们还有帮我们印那个，他有参与吗？他们工作室。哎，你好。哎、欸。来，借我访问一下。现在是有半装哎，好，不要半装啊，没事。因为我们之前受到他们工作室很多的照顾。啊，真的吗？哪方面？下半身吗？啊，差不多。好，所以看到小杰，你来打一下招呼。有入围哦。对，入围四个奖。哇，哎、欸，入围四个奖，怎么也要准备个两三个感言吧？两三个感言吗？有版本吗？没有。见招拆招，见他。因为说真的，每个奖项的努力方向不同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内容也不同嘛，所以我觉得得了再想也不迟啊。哦，啊，万一得了一个，第二个不知道讲什么。不会啦。啊，第二讲到又第三个的时候，不知道要怎么讲。这概念什么你知道吗？哎，你中一次乐透都知道怎么花，对不对？中第二次你也一定知道怎么花，对不对？第三次你也还是知道要怎么花。对，所以这个道理呢，哎，就是喜事哦。永远都不需要理由的，不会啦，这个 YouTuber 对不对？摄影机拿起来，感觉就来了，就想下班了，就想下班了，哎，不会啊，哎，祝你今天丢大掉，感谢，四项全中好了，好不好？不敢当，不然不要那么贪心，我们让一个给人家也可以嘛，还是你想要中四个？我坦白讲，我这一次虽然说那个新手做的角度来说蛮重要的，哦。今年私心是希望胡子得奖，因为他毕竟也跟我一起对很久了嘛，他们有同时入围，对。我们因为我这一届的这首都奖可以说是大公司内战，他昨天颁个奖后了啊就要解散了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是要跟这个胡子得奖至少留下一个好的回忆，对，大概是这样，祝福他们，对，耶，话老累啦，我们太边缘了，边缘我都懂啦，太边缘，我懂，你知道吗？我整场看下来，唯一我能等的就他们。对啊，对，那时候我们去取暖。不是那个年龄层真的有差呢，哇，那广义今天他老伯来参加小朋友的毕业典礼，哎呀，也不知道想说哪个长官来的，谁的家长？文化部的长官。啊，印尼豆，印尼比啊，给他们。啊，印尼比啊，好，我们可以入场了。哎，老你好，你好。欢迎，谢谢，欢迎，谢谢。FX3，来看一下，把这个参考28，然后跟抽个 K， 然后 Pro 礼拜一到礼拜五上。
上来。会长你好，你好。该是周末就听一首 Pink 哟。我想阿 D 真的很热心啊，就是我们那时候加入那个创作者协会，一开始加不是很顺利，然后私讯粉丝页他真的都一个一个慢慢的回，然后他们群组都常会分享一些 YouTuber 现在在什么活动啊，或者是文件要怎么填啊等等。对啊，我觉得他真的蛮热心的。哇哦，哎。大，哎，温温懒，你看温胜，温在小咖边缘人，拍不到东西，你是哎，休息室给比波杰小塞嘞，是瘦很多，没有啦，我只是客套话，我也知道、啊。哎，帮你介绍一下，这我新的同行啊，没没没，大家好，耶哦，哎、欸，因为其实之前那个易汉故事的频道，我也都一直都有在看。哦，对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怎么会？因为我跟你讲，你知道男人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就觉得说我每一台车卖掉都会折旧，很撩急，可是又想要一直换车开，然后羡慕车行老板一直在换车开啊。其实这个机制很早就有了。对、啊，我有很多比较好的朋友也都是这样嘛。现在自己爱车，我们也就是想说一年或那可能不会开到一年，就两三个月可以换一台车就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很多做高档车的车行，比如说民族东路上面那些卖高级车，其实他们很多都是这样做。对啊。对啊，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进了一台好一点的车，然后哎，九妹啊，我最近有一台什么车，多少钱？有没有兴趣？钱就打进来了，九妹你就先开，我有客人要看，我再跟你讲。嗯，你再开回来就好。对对 对，我大概就是这个概念，对不对？好，这种玩票性质，其实从很久以前，其实我们就都有这样做。要不然你以为车行拿每一件都那么多钱啊？哎，有的是真的感觉很有钱哎，也是有啦，也是。好了，跟大家介绍我们新同行，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跟九面来合作一下。我啊，对，我要讲一下对决线啊。我上次还对我还跟他不好意思，我们趁着他的对决，我的荣幸，我的荣幸。哎、欸，你知道那封面很好用，用上去流量就变很好。你流量本来就好，那我差、啊。好了，刚好九面对车也很有兴趣，下次真的有机会，大家期待一下，我们做。可以，谢谢，谢谢九面。好，谢谢。哎、欸，这节目很好看啊，节目真的很好看。然后没有主播红毯，希望明年可以带阿呆来总看。入围就好，人家得奖，拍拍照秀一下也不错啊，好不好？好像蛮帅的、哦、啊，希望我明年长得差不多，没有比较老，不过蛮好玩的啦。真的是一个很盛大的盛会，我必须要说，主办单位真的很用心。然后也谢谢很多参与的工作人员跟所有的 YouTuber， 里面是一个很温馨的小圈圈。只要影片点订阅，对，那很想一样，明年见。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マコトスペ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タジオ、誠意を込めて家づくり、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 指標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、プロゴ百年翁系刹车品牌、得您信赖。人家试走就啊，来来，他明天想走。Thank you.